那我首先跟各位介绍我们的创办人王文兴王博士。王博士他真的是一个非常棒，也是我们台湾之光。为什么？王文兴博士他本身他是一个人体的细胞，人体的一个博士，然后也是血液学、细胞学，这个很重要。血液学、细胞学，这个不是说这么容易你就了解，但是只要你使用我们的产品，还是来公司了解，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输于现在的医生，你自己就可以管理自己了，哦，好不好？好，那我，哦，想要邀请王博士来的时候，我希望大家把你们最害的一个心情，让我们的主讲者了解，可以吗？可以哈，哦，好，那借由大家的掌声，欢迎我们的王博士。
这个知道说一句成语有时候带给我们很多信息，叫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 OK， 马马虎虎一定会带来祸患无穷啊。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你不要马马虎，你要能够知道最简单的方法是验一张血，因为血液流过全身每一个地方，血液不到的地方那个地方是死的，要不要试试看，拿一根针擦擦看哪一个地方没有血，那个地方是死的。 OK， 我们没有办法拿一根针擦擦看，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是活的。 OK， 那有一个地方已经变死吧，你给他尖个肚也不知道。 OK， 所以血液流过全身，只要血液不到的地方是死的，走过必留痕迹，对不对？所以血液流过的地方一定会留住那个地方的痕迹。 OK， 科学上面去试验看看血液流过全身每一个地方是不是初一十五再去一拜啊，还是十点钟都去一拜。我相信我们的伙伴如果每一个月我回来演讲的时候才来，他到这里一定很生疏，对，厕所现在是在做啊，就问一下头前啊后面，因为他很少来，所以他很生疏。如果每天都来的哈，他对这里会很熟悉。 OK， 好，血液在我们身体里面流动的速度有多快呢？科学家用同位素的方法，同位素追踪就是用一个含有碳十三的同位素打到身体里面去，然后用同位素的追踪器去追踪那个碳十三在身体里面跑跑跑跑跑。科学家发现每一个小时那个碳十三会经过一个定点三次。一个小时是很久的啦，60分钟3600秒，哇，哪要算嘛，算足久的。啊，再走过三摆，咱等伊一点钟，甲等伊来甲三摆，我们觉得很慢。不过，那一个碳十三，也就是说那一滴血，一个小时来你的肝脏三次，那么一天是24小时，他来了几次？一天来了72次，你一天来。来我们的 Total Suite 的办公室72次，你是想怎么样？你根本就住在这里，对不对？那你会对这里很生疏吗？会很熟。所以这一滴血一天去过肝脏72次，所以它对肝脏很熟。这一滴血一天去过卵巢72次，它会对你的卵巢很熟。这一滴血一天经过你的脑袋的某一个点72次，它会对你脑袋里面的状况非常熟。所以你只要把这一滴血拿出来验一下留下的痕迹，就知道那一个地方怎么了，那个地方怎么了，那个地方怎么了，你就完全能够明白。所以验血报告不是不准，是你看不懂。你看懂了就会很准啊，看懂要经过训练的，要经过训练的，那个训练不复杂的，只是人家不告诉你而已。人家学了很久，当然不可以随便告诉你，这个是吃饭的工具，是吃饭的家伙啊。OK， 我们在这里是教的，因为那一个会成为你的葵花宝典，那个会成为你的尚方宝剑，你记到哪里，哪里你就战胜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是教，我们在这里啊，很多已经在这里的老马啊，老马士卒哈，很多老马他已经懂得怎么样看了。所以你只要来找到一匹老马，那你就给他跟他学到。好，这个是验血报告啊，我再一次强调，你验一下对你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对你有好处。对你有好处，你至少知道我身体里面有什么状况，没有什么状况。唔通去到病院，让人哈一个转来拢未食下过你啊。OK， 你要自己了解的时候，
医生讲什么？我知道，我知道，谢谢医生。回来告诉他，医生你讲错了，我这里面根本没有癌症，对不对？因为癌症有存在的条件啊，癌症不是随便你叫他来就来，你叫他走就走的，不是的啊，癌症有一定的条件，大不了哎哈，有道啊，很适合他住的，他就留下来了。是看你留不留他啊，此处不留人，他自有留人处，他留到别的地方去了。OK， 好，那么今天呢，啊，我用这个马跟你起头啊，让你知道，今天你骑上的这一匹马，你要往哪里去？你要往哪里去？当然，健康对我们来讲是每一个人都要，但是每一个人都在追求。那你今天上了这一匹马，就是你就是要追求健康。今天不追求健康的来了 TS， 你会很失望，因为 TS 唯一在卖的就是健康，没有别的。所以啊，希望大家来都知道啊，什么叫健康。好，今天呢是我们开讲的第430场啊，我们从开始讲到现在啊，已经今天是第430场的这个演讲。那么一场比一场人多，原因就是大家要健康，大家在追求健康，但是健康在哪里好像越离越远，好像越离越远。原因就是那个带的经济色彩太浓，所以讲半天，讲到最后阿玛是要卖产品啊，所以大家听来听去就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今天不卖，柜台关掉，柜台关掉啊。 OK， 好，健康对我们来讲是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身体的健康需要完整性，需要完整性。你不可以说我全身都非常健康，就是肝不好。很多人都是这样讲的，我最近吼，我足健康，我一路来我都是非常健康，不过就是我的消化比较差，对不对？啊，我身体是非常好，不过我暗时拢困袂去。你只要有一件，啊，你就是属于不健康。为什么呢？一个电脑工程师，当今天他牙齿在动的时候，他要不要请假？哎，干什么请假？你难道用牙齿做电脑吗？没有，对，但不过牙齿在痛，我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痛到哦，哎，苦嘞，那怎么做？虽然你不是用牙齿在做电脑，不过你身体只要有一个地方呛掉，那你就是好像全身都不对。一个肝不好的人，其他都很好，没用的。有一天你会因为肝给你拖累，让你全身都不好。一个消化不好的人一样的被拖累到的，被拖累到。所以健康第一件要完整的。好，第二件，健康是关联的。肝不好不是因为肝不好，肝常常是一个受害者，是别人不好改在代替，别人不好让肝变成不好。所以你要找到那个罪魁祸首啊，你不要这个受害者把它拿来砍啊，身体是连在一起的，你要找到那一个真正始作俑者，始作俑者实际是你自己呢。OK， 所以你应该是要找到前面，所以一个关联性，一个完整性。但是现代医学最弱的一环就是这一环，现代的医学不是用关联性来帮你看病，不是用完整性来帮你看病。你今天到了肠胃科，到了肠胃科，他就从肠胃里面一直给你挖，挖到小病都给你讲成大病，因为你进来了嘛，对不对？啊，你是进来，你到肠胃科嘛，他也舍不得把你转诊到另外一科啊。煮熟的鸭子怎么可以给别人？你都已经自己进来了，没有病也给你挖到有病。啊，任何一个人什么病都会有的，所以一直往里面挖，你一定会有的这一方面。不过这个不是病因，好不好？这个是被另外一个代派体，被另外一个毛病弄坏的啊。
虽然现在大家都开综合医院、大医院，有一个里面的转诊的这一科看看好像不太行，要转到另外一科，要找到原因，但是大部分的科都不太会转出去。对，尤其那个很冷门的科，等了很久都没有一个病人进来，你进来了还可以转出去吗？不会转出去，所以就在里面给你挖到你说是为止了，不然怎么样看都会看到，因为人有一定的年龄，肯定不会是完整的，你的肝不会像你八岁的时候的肝一样的啦，用八岁的时候的肝功能来跟你比，当然你不行，对，你都已经60了好不好？对，所以我们常常陷入这样的瓶颈就进去了，所以你要去看医生的时候先想好，我看哪一科，听不懂对不对？好，怎么办？验血咯，你验了一个血你就知道，哎呀，原来我这个地方不好，这个地方不好，是不是？你就是要看医生，你都要先知道我哪一个地方会有问题呢？啊，你都不知道，啊，我来到病院才讲，啊，你到病院才到了医院才讲，你就已经输了一大半了，啊，你进了某一科就已经在那一科了啦。OK， 好，所以完整性上面来讲是现代医学最弱的一件，关联性对他们来讲更弱，因为他不愿意把一个摇钱树给别人去摇。OK， 好，那么哪一个才是重要的？哪一个医学才是啊跟这个有最大关系的？其实是这中华的传统医学啊，我不要讲中国，因为很快被人家误解以为是对岸啊，是中华传统医学。中华传统医学讲究的是气血循环，因为气血循环把身体连在一起，连在一起啊。中华传统医学讲究的是经络，这个经络血脉，它叫经脉嘛，经脉的串联，对不对？经就是经络，脉就是血脉，这是经络血脉是把我们连在一起，这个工具，这个啊通道连在一起，在里面动的就是气跟血，啊，所以如果硬把它拉在一起，就是硬体就是经络，软体就是里面的血，里面的气，就这样把我们身体串在一起。所以中华传统医学是讲究的是身体的完整性，身体的关联性。我不是中医，不过我觉得这个理论才对，这个理论才对。不过中华传统医学缺的就是什么呢？缺的就是科学的方法给我们一个证据。你说我气血不好，那是气不好还是血不好？你说我经络不通，那是经不通还是络不通？你讲不清楚，讲不清楚，只是经络不通哦。你说哪一个地方按一按就好了？好，针灸是 OK， 不过针灸有时候没有这么准，他就来一个说啊，离穴不离经，哈哈哈，下面能蹦容易救啊，就是反正你要找到三阴交，它就是离脚踝上面四个指无关，四个指无关是归寸呐，对不对？哎，这个是中医的缺点，中医的缺点。中医还有一个缺点就是撸老哎撸后。你现在如果读一本书是前几天才出版的中医的书，我看没有多少人进哪来读。最好的，我读清朝的李时珍的书，你读这个现在的你，我比较老干枯啦。OK， 所以最好的一本书是一直往前前前前前《黄帝内经》雄厚。哦，所以一个中医最厉害的是精读《黄帝内经》，拜托，《黄帝内经》3000年前呢，你现在跟你孙子讲话都讲不来呢，他讲什么你哎名词很多都已经跑掉了呢。对不对？你只是现在不要说孙子，现在有人跟儿子讲话都有代沟呢。3000年的代沟，你还听得懂吗？所以
中医的产生的误差就是三千年的代沟没有算到，没有算到啊，就是如老如后，最好是那一本原版的线装书啊。你知道西医就是说讲究科学证据，科学证据。好，那西医的问题在于分开啊，看肝的不会看肾，看肾的不会看肺，看肺的不会看脑，但是我们全身都有。OK， 如果你来抽抽试纸学那么三个月，你差不多有70%以上的医生没有你的功夫，70%以上的医生没有你的功夫。怎么讲呢？因为我们在这里所学的是全面性的，是全面性的。我教你的绝对是介于专科医生跟一般医生的中间。OK， 好，所以你看到肝脏科的医生，你跟他讲心脏；你看到心脏科的医生，你跟他讲脑；你看到脑科的医生，你跟他讲消化机能。哎，你就赢伊啊，你就赢伊啊，啊？他就听不懂，对不对？啊，所以他说，如果你跟他讲这，他听不懂。不过我告诉大家，他还是会装懂，因为他认为你不懂，对不对？好，那么我要今天要告诉大家，就是说，你要保护自己身体的健康，其实不是依赖于医生，医生是在救急的时候对我们很有帮助。我的肝出问题了，救急我应该找肝脏科的医生。我的心脏已经心肌梗塞了，我这个时候不如去看中医啊，中医是慢慢来的，慢慢来的。OK， 我要看是心脏科，可能老实告诉大家，你去看心脏科其实本身也是有一点挫折，因为心脏根本没有问题，是心脏里面的血管的问题，对不对？啊，你看心血管科也不一定是对，因为是心脏里面的血管被胆固醇堵住，所以是血液的问题。你看血液的也不见得对，因为是胆固醇堵住而不是血液堵住。那你要看哪一个？你就傻掉了。胆固醇是你自己控制的，是你在饮食上面出了问题，你知道吗？你在饮食出了问题，所以应该谁救谁，自己救自己咯啊。所以一直在看医生，你就像我们阿辉这样做12斤的那个支架，对不对？但是还是会有问题，还是有问题。第13斤不来当时要来，对不对？那个不是治本的，不是治本的。那有没有一个治本的方法？有没有一个治本的方法？当然有啦，你小看了上帝的啦，对不对？你小看了上帝的啦。上帝造人如果是真的话，他会造一个你自然会生病的身体吗？那么他太逊了啦，对不对？当然他会造的是一个你只要好好的用，你就是可以用120年的身体，所以他才给你造这个出来哦。那么为什么你没有用那么多，没有用那么久？我这一部车从电子的工厂出来要给你用10年，结果你用了5年就完蛋了，停在路边了，是你的问题还是电子的工厂的问题？你都不保养当然啦，你都没有好好的保养，你都没有用对的方法来保养这一部车。请问你用了60年你保养过吗？老实讲，方法不对，自以为对啊！你没有真正的去思考，只是听隔壁那一位你的邻居，因为我们每一次一起去菜市场买菜，啊，路上他就告诉我，哎，我跟你讲哦，哎，有一个保肝的足好的吼，我跟你讲，哎，名我等下甲写给你吼，啊，你就开始啊，哎，遐紧的用啊，江南去啊，香港买回来。啊，很多呢，我们以前啊去日本买回来，对不对？其实你的肝并不错，你的不好的地方其实在肾脏。
画一个图给大家，画一个图给大家。这你知影什么物件无？这里，高大壮是脸烫、卡烫、腮烫嘛，对不对哦 ？OK， 好，水烫了哈，水桶了。这个水桶实际只是装水的，新的时候它是可以装满满的啦。OK， 但是如果用久了，这断掉了，是装水的量就剩下这么多，因为水从这里跑出来。OK， 所以总的装水量少了。如果这里断了变这里的时候，总的装水量又更少了。如果这个又断掉，哇，总装水量又降下来了，对不对？好，假如这个断到这里，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还是原来那样子。如果这个我把它加长，会不会更好 ？OK， 那这一个如果一下下到这里，有没有影响？马上影响。所以这一个水桶的总装水量是以哪一个来决定？最短的那个来决定，对不对？好，最短的这个如果是一个人的肾脏，这个是心，这个是肺，这个是肝，这个是脾，这个是胰。好，后面还有一圈，你可以把大肠、小肠、什么胆、什么全部放进去。好，决定你这个人的身体的生命的长度是哪个决定？最低的那个人决定，最低的那个人决定。啊，每一个人不一样，有的人是肾。但是有人是肝，有的人肺，不一定，啊，好，不是只有决定他的生命的长度，他还决定生活的品质呢。一个喜肾的人，一肾的人，前几天我看那个报纸在网络上说，我有几个喜肾的，带着胰岛素，带着什么哈，还骑脚踏车啊，环岛旅游，哇，这个是蛮难得，所以会成为报纸上面的一个题目，对不对？但是一个普通的喜肾的人，肾已经有问题的人，他生活品质已经是很差了，啊，生活品质已经很差了，所以最短的那个决定他的生活品质，也决定他的生命的长度。所以他要不要跟人家来买保肝来吃？还是要，有用吗？有，但是这个是长期来讲有一点用处，不过最重要还是有保肾的啦，啊，有保肾的比保肝的对还要重要啦，对他来讲，因为他肾只要好一点点，只要好一点点，他就多一点点，肝一下子好到这里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对不对？肾衰竭了，欢迎再见了。你说，哎，我的心还非常好，多心肝呢？可你可以捐给别人用啊，你不用了嘛，对不对？没，那个是没有用的嘛，捐给别人用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需要的就是那个最那个。最弱的那个地方，但是西医你进去，哈、啊，我今天拉肚子，跟肾没有关，那、啊、你就进去了。医生因为拉肚子，你当然到肠胃科，肠胃科一看到一个大肠癌，可能那个大肠癌其实是很小很小，可能你身体里面有20个癌细胞，那个搞不好是最小的那2个中间的一个，前面还有8个是大的。对，但是因为你进了肠胃科，他说：“喂，我在你的大肠里面看到癌细胞，赶快做内窥镜看，看完以后赶快切除，不然呢以绝后患，不然这个很麻烦。有一天啊，你会怎么怎么说？哇，你惊着你到要死，就开始回挂，挂了多久死啊？肾脏那个出问题了。”
脾脏这里也出问题了，胰脏这里也出问题了，你知道这是大部分人所陷入的这个困境，你知道吗？所以你看看要不要先知道一点我身体最弱的在哪里，要用什么看验血报告，验血报告会写得非常清楚啊。我今天不敢在我不开验血中心啊，不然就说哇你怎么都叫我去验血啊，你这个经历的做好的啊，我跟验血中心今天优品我还没有一次都没有去过，优品是在哪里 OK 好，这个是为了你要去验血，为了你知道自己好。那么既然有这个关联性和这个完整性，那中华传统医学才是一个理论对路的，不过方法没有，方法没有，方法是3000年以前啊，《黄帝内经》写的那些方法，所以有待改善，有待用现代的医学来验证。不过最好给我们健康的方法是用那一个基础，用那一个啊概念，但是用现代的科学的方法来完成那样一个动作才是重要。好，那么我一直以来已经讲了430堂，所以我从胆固醇、从贫血、从这个各种不同的角度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么多了。那么很多我们的朋友已经都知道怎么样啊，进一步保养身体，用什么方法让自己得到健康，也看到很多人真的一步一步慢慢健康起来，一步一步慢慢健康起来。今天我要给大家更深入一点点的，深入一点点的是啊，在这个动力方面，你知道我们身体能动，那个动力的来源有两个呢，啊，那个动力的来源有两个呢。第一个是我们能够用大脑指挥，我叫它怎么就怎么样 ，OK。另外一个是大脑不能指挥的，比如说我眼睛要眨一下眨一下，大脑没有办法说你现在不要眨不要眨，我就啊静在那边不要眨，好，现在眨一下，停一下，我叫你眨你才眨哦。不可以，你就很自然的就是扎，对不对？一干了就扎，太干了你就扎扎扎扎，对不对？这个不是由你来指挥的 ，OK？ 你心脏要跳，而不是你可以指挥的，他要跳就跳，是吧？你这再见了，但是你放心，心脏一定不会停的，一定不会停的，心脏停就死掉了，心脏不会随便停的啦。啊，所以你逼他停啊，你逼他停。好，那么消化机能，对，你不能指挥他的呢。你吃进去啊，他就自己消化啊。你如果所以叫你晚上不要再吃，因为晚上你要睡觉啊，他不得不消化，因为东西放在你身体36度半的这个体温里面，那如果不消化到明天才来消化，就都暖暖的套套毛毛变那架，所以胃就开始自己消化，反正没做到晚一点困了，对吧？好啊，那就晚上不用睡觉啦，他就一直做做啊，这是扰到你没有办法睡觉，因为要睡觉，头脑里面要有血液才能睡觉，现在血液全部跑到胃那边在消化，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睡觉，没有办法睡觉。好，呼吸要不要大脑指挥？不要，他自己就会呼吸，自己就会呼吸。好，那么这些全部我们叫做自动化的，对不对？自动化的在医学上面哈，把它叫做自律神经啊。OK， 这个是身体动的一来源，动身体它自动在动。另外一种动是被动式的动，就是说啊，手要伸起来，运动运动，是大脑叫它动它才动，大脑叫它走过去它就走过去，脚就走过去啊。其他这些由大脑指挥它运动，身体里面有很多这两个互相配合。比如说你要去小便，你要去小便，它有两个动作呢。膀胱这边有两个门呢，第一个门啊是
你一直有水跑到膀胱，它在这里慢慢累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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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定的量的时候，第一个门是不听你指挥，它就自己开了，它就自己开了，开了以后就会压迫到第二个门，压迫到第二个门，第二个门啊是第一个门你打开，第二个门就接受到压力，你就有尿意啊，不是那个意哦，如果这个意得硬造出来啊，是尿意哦，有尿意。好，但是你现在马上要不要去小便？不要，我现在我在台上不可以去小便啊，对不对？好，但是我有尿意。好，什么时候他才可以第二个门可以打开？大脑叫他开才开，现在开就出丑了，对不对？所以要怎么样才开？哇，动没掉啊，就跑到厕所去，找到厕所去，还要站对位置，做好准备啊。那个时候大脑说，现在可以了，开，来开啊，来跑出来。这个是由身体来指挥的，身体来指挥。那一个叫做被动神经系统，这个叫自律神经系统，应该这个翻译是不太好，应该叫做自主神经系统。他自己做主的，不是你做主，不是你指挥他的。好，我们身体生命绝对大部分生命的存在跟生命的活动是由自律神经来指挥的，是由自律神经来指挥的。那么自律神经一定有某些东西，这个是我们生存生活里面的必须，所以这一个叫做本能啊，这个叫本能啊，这个一定有一个动力的来源，这个动力的来源。很多人说无食买活落去，活偌久啦，活偌久啦。OK，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切入一个比较重要的点，那个重要的点就是说，即使这些自律神经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掌控？你认为可以掌控吗？如果不可以掌控，那很糟糕呢，很糟糕呢。因为自律神经包括心脏会一直跳越来越快，它一定有一个力量让它慢一点，对不对？你的消化机能会越来越快越来越快，因为你越吃越硬，越吃的东西啊越难消化，它消化机能就要配合你越来越强。但是强到一个阶段，你连石头都可以吃进去吗？还不是。所以就有一个力量把它拉住，哦，不要一直往那边发展。比如说一部车子，你可以要跑得很快，但是也要有时候刹车。开车开得比较久的人都知道，这只脚啊是自动的，很快它马上会到那边稍微刹一下车，很快刹下车，两边是自动的啊。但是这个不是自动，这个是反射神经，是你已经习惯于这样移动，太快了就移过去，慢了就加油。好，一部车子你要跑多快，是马达加油决定还是刹车决定？马达，赞成马达的举手，赞成刹车的举手，两个都不赞成的是什么意思？都没有人决定，它是自动的，那个是幽灵车。对，我告诉你，刹车决定那个车速多快。坐汽车的人哈，他要设定这一部车每小时可以最高速度跑180公里，他一定要先设计好那个刹车在180公里的时候刹得住刹不住。如果刹不住，这个不是刹开车的，这是刹人车的，对不对？所以是由刹车来决定这个车速可以多快，不是由马达。啊，如果有马达的话，用飞机的马达中间机，我是可以开200、250，对不对？不是，你刹不住，这个马达是没有用的，马达是没有用的。所以，好，自律神经就有两块来决定，它不是由大脑决定的。不过我告诉大家哈，医学上面的一个很大的盲点哈，我讲名字你就会知道，自律神经失调是什么？自律神经失调是什么？医学
上叫做脑神经衰弱。这句话是不是很扯啊？是不是很扯？对不对？所以不是我故意给医学这个吐槽，连名词都搞错，自律神经衰弱跟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医生会告诉你脑神经衰弱的，对不对？是不是很扯？所以你知道自律神经衰弱其实本身就是你的自律神经出问题。自律神经分成两种，哪两种？哎，对呀，你们怎么都这么懂？交感神经跟副交感神经。好，你注意听哦，因为这个等一下跟那个很有关系哈、哦，很有关系哈、哦。啊，我不是啊、把要往这个地方讲得很深下去哈、哦，不会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一点。这个翻译是翻译的不太好，翻译的不太好。交感你根本就听不懂，对不对？副交感你更听不懂啊，好像它就是它的副官，对不对？不是，其实他们两个是相对的。交感神经其实就是加油神经、加速神经，副交感其实是减速神经、刹车神经，他们两个互相没有关联。就是两个互相对抗的，两个互相节制在我们身体里面的，啊，你知道交响乐就是同一个英文字啊 ，symphony 啊，交响乐团啊 ，symphony orchestra，OK，、okay, 好，交响就是什么？为什么会好听？让你越听越有那个，因为它全部都是和谐的，和谐就是加强作用的罗密欧啊，那个就是罗密欧是和谐的音，它就会加强那个啊，人就会听起来很兴奋。好，如果是变成小调啊，里哗啦哦 ，OK， 这个是不太和谐的，听起来就伤心的小调。就伤心的小调，它是后背的拉下来，所以哆咪嗦很多的就是交感的，里哗啦很多的就是副交感的，让你听得伤心啊，听得好像啊受到压抑，其实压抑也会的。你看那个小调哦，伤心的小调是压压压压压到最后，它是要弹起来的，它是要弹起来的。那个歌那个作曲家他会出名，就是一直压压到最后他死掉了，听了，哈哈。压到最后哈，最后它是有高潮，又把你的情绪跳上来，所以两个常常是互相节制的。好，那么我们身体就由这两个系统在控制你，太快了就慢一点，太慢了就快一点。OK， 其实还有一个人在中间做仲裁者，那个叫做甲状腺，那个叫甲状腺。因为全部都快，只有一个慢，那就不协调，对不对？那甲状腺的工作就是肝肾脾都很快，那肝肾脾都很快，心脏来不及供血，因为大家跑很快，它来不及供血啊，甲状腺就叫心脏，哎，快一点赶上去跟人家配合啊。如果大家都很慢，只有一个跑得很快，甲状腺就这样慢点慢点，秋单把它给，这个叫协调和谐。所以身体是关联性，就是这样关联起来的。每一个器官，甲状腺啊挂掉的人哦，割掉了甲状腺啊，他就没有调节器，心脏一直跳就随便他一直跳，只能吃药让他停下来啊，让他慢下来，不停下来，停下来是屁屁啊，让他慢下来。OK， 这个是。身体没有一个器官是没有用的，不要随便乱割啊！医生因为他专门看甲状腺，所以他当然把你割掉，割掉没有他的事嘛。其他是不协调不一致是你家的事 ，OK， 跟他没有关。好，所以关联性大家一定要知道，你给我割掉这个，那对我没有影响，有很大影响哦。啊，那个妇产科妇科的医生最喜欢割人家卵巢。那个就四五十岁啊，无要生囝啊，对不？然后你卵巢这边弄个，你加麻烦呢，搞不好那个卵巢癌吼，都加麻烦。
不会割掉，完全不能割掉。那个卵巢不是只会生孩子呢，啊，这个卵巢还有调节荷尔蒙的功能呢。你一割掉以后，糟了，没有人制造荷尔蒙，啊，你的停经就提早到来，啊，什么问题就全部都来了，啊，如果你想一想，那我去吃一点这个荷尔蒙的药，一吃，糟了，一吃。荷尔蒙就跳得很高，它就变成乳癌，所以是一动不得的，身体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动的。我们说身体寡乎，受之父母，所以是不可以动的啊，不可以动的。现代医学动不动就要割人家割掉哪里，动不动就要割掉哪里，这是概念是错的，概念是错的，应该想办法让它。这个恢复原来的功能，那到底有没有办法让它恢复原来的功能？好，请看下回分解。好，交感跟副交感之间，啊，我们常常把它形容，这个是白天比较功能强，这个晚上，啊，这个是春夏，啊，这个是秋冬，啊，这个是太阳，啊，这是月亮，好像两个互相节制。其实是对的，如果这个是阳啊，这个就是阴，对不对？我们把它形容这样，但是实际上它是有不一样的功能在做的。好像说交感神经，它一定你听只是听到交感神经，但是你一定要深入再去听，交感神经是要让全身动起来。动起来一定有一个动力，对不对？动起来一定有一个 mission， 就是送信息。哎，动起来要不要信息啊？要，所以一定有一个传递信息的东西，叫它，哎呦，动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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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递信息。现在我是用声波传递信息，对不对？好，那么第二个了，第一个要有动力，第二个要传递信息的东西。第三个要有传递信息的通路，是从哪里传到哪里，从哪里传到哪里，这三个就是我们能控制的。交感神经看起来我们不能控制，但是我们能够控制在里面传递信息的那个。好，最典型的叫做肾上腺素，你听过肾上腺素吗？有哈，医生只是跟你讲，哎，肾上腺素不足啦，肾上腺素太多啦，现在你就知道了，肾上腺素就是让你交感神经让你动起来，让你加油啊，让你这个情绪高昂起来的一个动力。那么副交感神经也有一个传递信息的，叫做乙烯胆碱。OK。这个其实对你都有用，你可以把它抄起来，对你都有用啊。胆呢，哈，碱应该是一个词，这样哈，乙烯胆碱。好，这两个是代表，其实还有更多可能你们都听过的哈，还有更多叫做什么啊 GABA 可能啊，我们很多朋友在学过就已经有 GABA， 有血清素，有多巴胺啊，那个都是属于交感神经里面的。多巴胺你可能也听过，去甲肾上腺素你可能也听过，褪黑激素你可能也听过，脑内啡，那些全部就是交感神经里面跑来跑去接受指挥的那一个传递介质，传递介质。好，刚才我念的这些东西，它是一个物质还只是一个名词？是个物质，这个物质需要东西来制造它？需要。好，如果你是缺的话，是到底你身体做不出来，还是你根本没原料？没原料的机会比较多，对。所以回到来，哎，交感神经模糊，交感神经好像这个人啊，副交感神经很强，这个很弱，就看起来有忧郁症的倾向，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说
啊，交感神经不够强，一个人啊很颓丧，一个人很颓丧，提不起斗志，提不起斗志，说哦，他的脑神经衰弱。有没有？你听过很多这种脑，其实不是，其实就你往前推，往前推，我推到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些东西肾上腺素，肾上腺素哈、哦，它的化学名称哈、哦、C9H13，然后 NO 3这个是一个化学的东西，这个东西哪里来的？这个东西是蛋白质来的，这个东西是脂肪来的，所以你吃蛋白质吃脂肪要吃到对，它才有一些可以制造这个东西出来。所以吃素的人常常比较没有斗志，就什么呢？在这一方面比较差一点，他的交感神经会相对比较弱一点，因为他的蛋白质的来源是有一点点比较脆弱，他吃的植物比较多，所以显然在副交感上面他就会比较多。啊，他说吃肉的人较瘦型哈，吃肉的人啊较强势哈，啊，或吃肉的人哈啊。很强势，但是不能持久。OK， 好，各有利弊。那么我们身体是把它综合起来，两个要一样都差太大，就由它来拉回来。啊，它太慢了，就由它来加速。好，所以你往前再推，就是你的营养出了问题，这个地方才会出问题。你要脑神经衰弱，已经给你判断脑神经衰弱，不是去看神经科，不是去吃那个什么兴奋剂，是看看验血一下，看看我是不是哪里出问题，可以不可以看到很清楚，可以看到从哪里看到，从你的肝功能多少，白蛋白多少，球蛋白，从你的肾功能，你在排这个尿素氮，排肌酸酐，就会看出来你平不平衡啊，你不平衡，肝不平衡，蛋白蛋白球蛋白不平衡，肾的这个尿素氮跟肌酸酐一定不平衡的。吃素的人啊，常常会感觉他的肾脏非常好，因为不虚其肾。OK， 但是它是好到太好，好到太少啊，所以它肾脏没有扩大，没有坏掉，但是缩小啊，丢弃了，因为没有工作做，没有工作做，所以一路就是丢弃，丢到尾啊，讲哎，肾萎缩比肾扩大还难治呢，还难治呢，所以。多不行，少也不行。好，这个是我们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你从自律神经失调的角度，你也是用营养来配合你的身体的健康。营养不对，一直你去看医下的神经，甚至于你进的精神病院还是医不好。进的医院，你知道现在医院里面最严重的问题不是医疗的问题，是医院营养的问题。住过医院的人都知道，医院里面的营养是最差最差的，不是他配的不好，是他做的太难吃，对不对？他做的太难吃，他认为你们大部分人不会吃，所以不用做到那里头去，反正大家都没有胃口，不会吃，他很努力做得很好哈。他是白费功夫，反正大部分人最后都是放在那个啊厨余桶里面，对，所以那个煮的人就越煮撸住撸不烂，对，因为大家不，你看到了美食店，到了美食馆，那一个厨师撸走撸不烂，
越体健越做越好吃，对不对？啊，你煮到反正大部分人都不会吃，啊，反正最后还是拿回来丢掉，啊，所以青菜煮煮就好啊，啊，啊，别给你很咸，啊，不要紧的，反正你不吃了啦，对不对？是这样，所以在医院里面去吃哈，你哪底下做啥都会上来哈。好，所以医院里面最重要的问题是医院的营养，医院的营养，啊。当然你在家里本来就应该要重视营养，二十一世纪你如果错失了营养医学啦，你就已经错失了全部，你失去了健康。因为二十一世纪会是最重要的一个医疗一个医学的那个啊领域，就是营养医学，二十一世纪啊，什么另类医学什么全部都已经是被证明只是营养医学里面的一小部分，人不需要医药，人不需要医药，如果你是健康的话 OK， 人维持健康需要营养，维持健康需要对的营养，均衡的营养。那么营养在我们身体造成什么作用？以前我是以燃烧得到能量来跟大家解析OK， 今天我跟大家用另外一个角度，营养到你的身体里面是成为三个部分的，三个部分的。第一个部分叫做能量的来源，第一个部分叫做能量，能量的来源。OK， 比如说这是能量，能量的来源。OK， 第二个部分叫做组织的，组织的。结构，能量的来源就是说，你吃进去的东西在身体里面燃烧，让你维持36度半的体温，让你有力量把这个笔拿起来，把这个拿起来，把2公斤的拿起来，也可以把20公斤的拿起来，那个都要能量的。OK， 那个是你身体得到营养用的地方，就是你的能量的来源。第二个，你吃的东西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身体的一部分。你吃鱼吃肉变成身体的一部分 OK， 你吃矿物质吃维生素会成为你身体的一部分。第三个，第三个它会成为调节机能的一部分，调节你身体的机能，这一部分就是现在我在讲的这一部分，这一部分。以前这里我一直有讲过，这里是跟着讲大家都懂，这个就是我现在讲的调节机能的部分。所以你看，你吃蛋白质，你吃蛋白质在身体里面会不会燃烧？会，对不对？所以它是能量来源的一部分，但是不是重要的，因为重要的不是以蛋白质来燃烧OK， 不过身体的结构是不是大部分是蛋白质来的？对，身体调节机能很强，好像刚才看的肾上腺素里面有蛋白质很多的，乙烯胆碱有蛋白质很多的。好，所以我如果画一个，就说它也许一半是能量的来源，对不对？另外组织的结构它基本上是全部。OK， 再来它调节机能。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吃的蛋白质是作为能量的来源，差不多一半；作为组织的结构，差不多全部；作为调节机能，它有全部的功能。好，你吃糖类，糖类碳水化合物，它是能量来源最重要的，而且是必须的啊。好，它会不会成为你身体的组织结构一部分？不会，身体里面没有糖。身体的结构没有糖，所以这一块空白。有没有调节机能？有一点点，一点点。好，脂肪，脂肪是不是能量来源？是，而且哈、还蛮大部分是的啊，它的能量非常多。好，它的组织的结构是不是？组织的结构是不是？是，但是
好部分。这是我们知道死亡在身体所得到的功效。再来矿物质，所以你营养在你身体里面成为什么作用啊？你要知道呢，你知道的时候，你再看验血报告，你就会很清楚。哎，我这个地方有问题啊，我是哪里出问题？比如说，我就是自律神经失调，那么自律神经失调就是这一块，所以我应该是蛋白质的问题，我应该少部分是脂肪的问题。好，我继续跟大家讲下去哈，就是矿物质它成为组织结构的一部分。它不是能量来源，矿物质不会燃烧，不是能量来源，但是它是调节机能最重要的一个，对不对？好，维生素，它是不是能量来源？不是，因为它不会燃烧。那么它是不是身体的一部分？是很少的一部分，比如说胶原蛋白里面有维生素 C， 对，有维生素 C， 所以有一点点。好，它的大部分的功能在哪里？在这里，到这里。好，微量元素呢？很多很多的微量元素呢？它是不是燃料的一部分？不是。好，它是不是组织结构？是一点点。它调节机能吗？大部分它的功拿来调节机能。好，这个中间有一个缺失，我点给大家看。矿物质虽然不是能量的来源，但是它是点火的，没有它点一下火是出不来的，所以它这里有一颗红色的在这里。OK， 好，维生素它也是有一个红色的在这里，啊，微量元素它也是一个红色的在，这样你已经知道我吃什么是作为什么用的了。好，现在我身体有一个问题，是身体的结构的问题，结构的问题，我应该补什么？结构你看这里咯，我来补维生素作用不大，补矿物质作用不大，对不对？补什么？蛋白质、脂肪。哦，我的身体结构有问题，我想做给疼呢，零，没有半点作用，没有半点作用。OK， 好，我身体需要很多能量，需要很多能量。最有效而且不会产生其他的附带的副作用的，就是吃碳水化合物，吃碳水化合物。所以你看到非常非常有用的，让你知道，哎，我哪里有问题，怎么样去处理。好，其中我们漏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不是漏掉，故意漏掉的啊，这个叫做水。水是做什么用？做什么用？水会不会燃烧？不会。那么水是不是组织结构的一部分？是，当然是，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占70%左右，对不对？好，水有没有调节作用？当然有，而且也是重要的一块。好，我要能量，是不是喝水可以产生能量？不会。那么能量水做什么用？对，能量水只是那个水给予高能量，它自己不会产生能量，所以能量水只是调节功能好一点，进入细胞出去在那个毒素出去好一点，只是这样而已啊。它只是名字叫能量水，它是没有能量的，没有能量的。好 ，OK， 好，我们为什么吃？就是你看在这里，好，所以。当我们身体出现毛病，我们常常碰到的是去看医生，医生给你吃的是药，请问你药属于哪一个？都不是。所以药不是这里面身体的必须的，所以不可以常吃的，对不对？好，举个例，
百里如纯属于中间的哪一个？啊，我不是故意攻击百里如纯，我是举个例的哈。属于中间哪一个？没有，所以不能常吃，因为不是身体需要的，是我有缺，那吃一点够了就好了。灵芝是属于中间哪一个？没有，所以不能常吃灵芝。我缺了什么？我补一下灵芝够了，停了。对，好，这个长白山人参属于中间的哪一个？没有，所以需要的时候吃一吃，哎，补了以后调了以后就停了。OK， 猪肉属于哪一个？所以你从小一直吃到现在没有停。没有停，你可以一直吃下去，你可以一直吃下去。OK， 矿物质维生素也就是让你一直吃下去的，让你一直吃下去，因为它除了你身体结构的一部分，还有调节你的功能啊。它今天调节，明天还要调节，后天还要调节，调节到一个阶段，它就被调节功能没有，它被代谢掉，还要再新的进去，还继续调节。啊，那百里如纯对你有没有用？有用，什么作用？增强你的免疫能力，因为它是抗氧化的 ，OK， 让你身体那个抵抗力会增强。但是不要忘记，抵抗力不只是增强，还要平衡的，还要平衡的。你不要增强到最后打自己。哎，白血球让你一直增强到最后，无代志就自己拍家己人啊，啊。一个国家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兵如果很多，对不对？兵很多，到最后那个兵，国家养不起他了。好像民国初年的时候，进户粮草没有来，无当阿家兵够作些，怎么办？来抢喽！手上有枪有武器，要抢老百姓，哪一个挡得住？挡不住，对不对？所以兵不能太多的。OK， 警察也不能太多的，警察太多吼，大家吼换一遍乌甲灰，对不对？警察也不能太多的，这个都是要有一定的数量的配置，一定数量的配置。我们的身体跟一个国家是一样的，我们对外抵抗的力量，白血球有中性球、碱性球、酸性球、单核球、淋巴球，它各司所其职，各司其职。袂使，这个伤济，迄个无够，啊，也不可以兵太多，把他拉来当警察。欸，他带着来无枪呢，他带着机关枪呢，来当警察哦，动不动就开枪，怎么办？警察是没有带枪的，警察是带警棍的，啊，警察最多带一个手枪，是没有来无线的，没有来无线就是讲，不得已的时候开枪，前面一个小洞，后面也是个小洞。有来无限的，就是打敌人的，因为他开枪前面一个小洞，后面大洞哎，因为他有来无限嘛，所以他是转动，那个子弹是转动的，所以砰，你从外面看，哎，刚才在讲啊，啊，不要讲着啦，因为他是来无限，他是打敌人的呢，打敌人的呢，对不对？那如果用那个兵来打自己人，大气寥寥，对不对？所以身体里面是很像这个，所以四中性球它是打敌人的，不可以拿来哈。哦，这里有癌细胞，那四中性球来打癌细胞，啊，怕起来哈，这鸡啊是比刀容易了了，因为他拿的是机关枪，对不对？好，这身体的这结构跟一个国家一样。好，我还是要告诉大家，中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蛋白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蛋白质身体主要结构，但是我们吃蛋白质哈，常常不会注意，尤其吃素的人，他根本不知道蛋白质的来源应该是多元化，应该是多元化。猪肉的肉也叫蛋白质，牛肉的肉也叫蛋白质，鱼的肉也叫蛋白质，虽然名字一样，但是里面的成分结构可不一样，可差很多。OK， 所以猪肉里面有22种氨基酸，猪肉的蛋白质有22种氨基酸，牛肉里面有22种氨基酸，
名字虽然一样，但是比例不一样。啊，鱼的蛋白质也是氨基酸做的，但是比例差很多。好，今天我要的是人的蛋白质，靠谁？靠胃把猪肉分解成22种氨基酸，胃把牛肉也分成22种氨基酸，把大豆的氨基酸的蛋白质也分成氨基酸，把鱼的蛋白质也分成氨基酸，把这些氨基酸全部送到肝脏去，由肝脏来选择做成我们人的蛋白质。OK， 所以你如果只吃猪肉，其他的肉全部不吃，肝没有办法选择，主脑给你做出来的很像猪的一样，因为没有选择嘛，啊，就是你来了就猪肉猪肉，他不做也不行，啊，就是没有选择，就是挑这个咯，啊，挑的都一样的，啊，所以吃起来就很像猪。对，好，你如果只吃豆豆子，只吃菜，啊，吃到最后哇，你的蛋白质跟菜的一样，所以面有菜色。对，你应该怎么样？应该每一个都吃啊，吃不要偏食。所以你看这个偏食给人带来的祸害有多大？但是偏食大家都不重视，大家都不重视。油脂也是这样哎，油脂也是你要这个饱和脂肪酸，也要不饱和脂肪酸。那个不饱和脂肪酸还要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但是也要多元不饱和脂肪酸，要18个碳的，要20个碳的，也要22个碳的，这不是你来选，你的工作只有一个，就是每一种都吃，它都不要吃过量，都不要吃过量，这是我们的义务啊，保护身体的健康就是这样。所以在地球上面的动物，有的是只能吃草，有的只能吃肉，啊，只有人还有其他一些特别的东西，又可吃草又肉，这是特别优待呢，特别优待呢。如果你是只吃肉的哈，啊，你也糟糕；那，啊，如果你只吃草了，那，啊，也糟糕。啊，还好你两个都可以吃，为什么你两个都可以吃？你选择只吃肉，对，那人应该怎么样吃？啊，怎么样吃？还，啊，用牙齿来算啊，对不对？用牙齿算就可以，因为牙齿上面12颗，底下12颗，加起来24颗，但是只有4颗是全齿是加面，对不对？所以24分之4是尖牙，这个就是1/6，24分之20这是平牙，这是1/6，所以这个尖的跟老虎狮子一样是尖尖的，所以吃肉。 OK， 这个是平的跟牛羊马一样，所以是平的，所以吃草。它人长得是这个样子，所以要吃这么多草这么多肉。那草怎么吃较多？对，因为草植物里面含的矿物质、维生素跟微量元素要吃好几公斤你才得到一点点，所以你不吃多一点就没有足够的量可以用，没有足够的量可以用。所以这个是用量来表达，用量来表达是要吃那么多量。你吃得到吗？现在报纸啦，这个杂志啦，还有那个什么，我们有一个女士很厉害，专门叫人家吃这个生命卡的她一天要吃多少你知道吗？ OK， 在科学上面算过，就是一天要吃5份的蔬果，对不对？5份，对不对？你知道1份是多少？1份500克。所谓的一份，他是不好意思讲清楚，讲清楚大家就做不到了啦。5份，1份500克，5份是不是2500克？2500克是不是2公斤半？2公斤半是吞进去的才算呢。你去菜市场买菜要买5公斤呢，因为香蕉皮不算呢，
凤梨，那凤梨皮很散很多呢，对不对？蔬菜你还会把那个老叶拿掉，根拿掉呢，所以你买五公斤回来大概剩两公斤半，所以家里如果有四个人要买二十公斤，每天二十公斤，每个人吃啊差不多吞进去了两公斤半，为了什么？为了得到身体所需要那个一点点的微量元素啊，所以人必须要日积月累，每天都吃，来积少成多，累积下来的才够我们用。现在你已经40年缺了，对不对？你从15岁应该就开始缺了，现在吃麦当劳是不是很垃圾嘛？啊，现在还有沙威啊，什么啊，什么汉堡王啊，啊 ，Burger King 啊，对不对 ？OK， 已经吃了，现在55岁的人最少缺了40年，缺40年久还是不久？久。你希望用4年把它补起来吗？不希望，对不对？太久了，4年。哎，你们想想这个40年的光阴，你现在4年你觉得太久？4个月可以不可以？有的人还是懒呐、啊，哦，连续吃4个月，那假西瓜、哦呵呵，连续吃4个月你会啊 ？OK， 所以我们想一个撇多，我若给你吃2分钟，你就感觉到你想安怎？啊，就会想说，那我就会考虑啊吃下去的。如果说不要紧，你只要好好的吃它20天，你一定有感觉。你照刚才背的，对不对？这个生意就完全不能做，完全不能做。因为我现在从这里啊吃了你的东西，到回家我还一路吃东西的，对不对？晚饭吃了以后，明天来吃，你都不知道哪一个产生功效，你不知道哪一个产生功效。好，那我们到底需要在身体里面产生什么功效？产生什么功效？需要怎么样做？刚才我讲了很多这个，讲很多这个营养，其实我有一个是故意把它略掉，是不在这里面，但是它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没有它，你吃的都假吃的，你吃的都假吃的，没有那一个，你这个吃了也没有对你没有任何帮助，因为要产生能量它不能产生能量，要成为你身体的结构不能成为身体的结构，要成为调节机能它不能达到调节机能的功能，那一个叫做氧气，那个叫做氧气，氧气在这些营养中间串来串去串来串去，把它们全部连在一起，让它们有能力跑出来，有能量跑出来，让它真的可以发挥出来。没有了氧气，我告诉你，杀人最好的方法哈，不是动刀动枪，不是机关枪、飞机大炮，杀人最好的方法是塑料袋。贴一个塑料袋，对长个较粗嘞吼，差不多5公斤，不需要刀枪，伊就切落去啊，切落去啊，对不对？因为缺氧，人就死掉了，氧气嘛，没有氧气。你看那个氧气，你吃再多的好东西，没有最后没有氧气，是不是再见？再见。所以这个氧气就是决定性的，这个氧气就是在所有的里面贯穿全场的。今天如果在这里没有氧气哈，啊、哦，就很糟糕，缺不够氧气，我们已经坐不住了啦。不要说没氧气啦，啊。你知道身体所有的毛病全皆起因于缺氧，皆起因于缺氧，这个是你要补充的。氧气还好，氧气是不要钱的哈、哦，氧气哪用钱的哈、哦，差嘛，咱今天也无认真赚钱哈、哦，可能呼吸不起啦，可能呼吸不起。你知道有一天要不要用钱来买氧气？会哦，你的祖母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最爱用几倍见效哎，你的祖母的时代最满世界，给他路边就一条溪沟啊，哈，
水一大堆，他从来没有想过他的孙子辈现在人手一罐死在街上，对，家里所有的水全部都用钱来买，对，他没有想过。所以你现在也不会想到你的孙子的那一代原来氧气还要用钱买啊。那个时候每人背后带一袋哦，不稀奇啦，那个不是像鸟一样要往上飞哦，那一袋是用来呼吸的哦。氧气是不要钱，怎么可能缺氧？ OK， 缺氧其实不是氧气的供应不足，而是运输不良，氧气倒背一点困难都没有啊，除非煎火出了问题，对，那个是另外一件事情，你吸不进去吗？堵住了，氧气到肺一点困难都没有，从肺要供应到全身才是最大的困难啊！因为全身的细胞有70兆，这样70兆。70兆是多少人啊？台湾是多少人啊？2300，对不对？2300在这里啊。中国大陆是多少人啊？14亿啦，1000万亿，14亿。这样一比你就知道哈，70兆，你身体里面有70兆的细胞是多少？这个70兆的细胞，每一个细胞都要氧气，只要没有氧气，它就很快死掉，三分钟它就死掉。OK， 70兆的细胞，你要每3分钟以内一定要送到氧气，那个氧气片段用完以后，在3分钟内一定要再送到，不然它会死掉，所以你看你身体里面在送氧气的那个系统，那个物流公司多少斤，那个物流公司效率多少，那个物流公司如果效率出问题你就出问题啊！只要血不够到你的手脚，你的手脚就冰冷，只要血不够到你的脑袋，你脑袋缺氧，先会睡不着觉，再来开始头痛，再来头晕，再来就是中风啊！只要不到的地方，血液如果不能送到心脏，就心肌梗塞，那个是很出名的，大家都知道。OK， 血液出问题，那就大问题啊！高龄浓度都要等几年，对吧？血液出了问题，医生嘛无法度，医生你救也救哦，因为他决定3月8号当时都不是演唱会，所以以后用全力意志力达得很高，马西再见，意志力很高，真正没有的意志力比他还要强的啊，拖着病哦，我那个时候我在新加坡，他还跑到新加坡呢，还在筹备新加坡要开演唱会呢，我嘛经济要去自己要上票讲，还听高龄文化，这边试音唱啥物歌，对吧？啊！但是去张票这摆又无路用啊！把人去抢吼，不是我买那张票的意义，因为我要去看高凌风最后唱什么歌，唱什么调啦。OK， 但是他已经过了，所以去张票吼，我把人去看。OK， 好，这意志力不是真的可以救我们，意志力这些东西还是要这些物质来做基础。物质是你能控制的，你放弃了控制这些物质，供应这些物质的权利，当然你出问题不能怪别人呢。好，氧气是由一个很重要的物流公司在帮我们送，这些物流公司的汽车叫做红雪球，这个物流公司是不是要汽车来送，这些汽车送氧气的汽车叫做红雪球，所以你的红血球这么多细胞要这么多客户，你的车子不够，你怎么样给人家送货？对，你的车子不够是不行的，车子不够，红血球不够叫做贫血，贫血我专家啦，
啊，我是贫血哈，这出名的啦，贫血出名的啦，啊，你知道贫血是会带给人多大的麻烦啊？贫血，迄、那个人哦，你都唔知伊安怎死的，你都唔知安怎死的，因为贫血的人就是他一定会缺氧嘛，所以。当你全身的细胞每一个都需要氧气，没有氧气会死掉的时候啊，你知道某一些细胞因为你贫血，所以它没有氧气，没有氧气大部分死掉了。当然几年无死的吼，一粒就是变作没氧气嘛，活下来一粒叫做癌细胞，就是癌细胞，因为它不需要氧气，本来没有氧气大家都会死。但是有一两个例外，只要那一两个例外按完了，那一两个不要氧气也没有死掉的，那就变成不需要氧气活下去的细胞，那个细胞我们给它一个名字叫做癌细胞，叫做癌细胞。好，那一个细胞，那一个细胞从那一天开始不需要氧气，所以你给他氧气他不喜欢啊，他不喜欢，那就会子孙子出来都不喜欢氧气耶，都不喜欢氧气耶。好，所以你身体就会有一大块是化外区不需要氧气的地方啊，啊它一直扩大一直扩大一直扩大，到最后你身体就有很多阻碍挡住氧气过不去的时候来，因为它不需要氧气，动掉嘞，动掉嘞，这个是癌症的第一个原因。所以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因为贫血，氧气送不到那一个地方，导致那个地方有癌细胞产生，然后最后癌症死掉。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癌症死掉的，对，没有人去往前追溯，原来他是贫血。OK， 好。贫血会导致每一个地方都缺血不够，所以大家在抢血，然后脑袋抢不过人家，抢不过人家，然后脑袋造成贫血，造成缺氧，所以脑细胞就是坏死掉，我们叫做中风，这一种叫做缺血性贫血的中风，当然还有别种中风，但这一种是叫缺血性贫血的中风。中风这个胸腔中说细体，所以咱怎样讲这个人细体是中风死掉的？你不知道他前面就是贫血，对不对？好，血液要在这个血管里面流动流动流动，你除了这个车子不能够缺以外，那一条路哦，一定要保证畅通，对吧？那一条路血液在送了70兆个，你全身每一个地方那一条路给塞肿掉诶，因为三分钟都要上高位啊，三分钟就送到了，所以你如果中有挡住，哈。我去坐飞机，啊，无啊，塞车，是啊，飞机你一定坐袂到的，啊，因为路上堵车，什么东西会让你路上堵车？胆固醇高的人会路上堵车，对，啊，路上堵车可能造成后面某一个地方没有血，好，没有血，心脏没有血，单讲心脏病，心脏闹药病。心脏没有病，是心脏没有血的病，那是什么病？心血管的病啊，心血管的病。心脏科的医生哦，跟心血管科的医生是不同的医生哦，你不要忘记，你不要以为他是同一个医生啊。心血管是心血管的，心脏的是心脏，所以有心脏内科、心脏外科哦。OK， 好，所以你看看，这是血管里面的东西的问题。不是血管的问题，更不是心脏的问题，是血管里面含量的问题。这个含量是胆固醇的问题，胆固醇的问题，胆固醇高，血送不过去，
所以心脏缺氧，缺氧就坏死，坏死就停掉，啊，停掉说心脏病过世，所以心脏病血哈，有人有没有人去追究他是贫血的，他是肯不存高的，没有人追究，没有人追究 ，OK，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来吃这个心脏病的药？用降胆固醇的方法，对。降胆固醇的方法就是吃斯打丁，斯打丁就是斯打丁哦，斯打丁应该是华文应该叫做斯打丁，就是上一次人家纠正我的，因为我写的哈是写斯打丁 ，OK， 好。还有一个叫做 Lipitor 好，还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叫做 Crestor， 这三个其实都是斯打丁系列的，这三个其实都是吃进去以后，它不是在照顾你的血管，是照顾你的肝脏，让你的肝脏停止制造胆固醇，肝脏不要制造胆固醇，它要制造什么啊？就被你影响到，所以肝脏就会产生把肝功能下降，解毒功能下降，合成蛋白质的功能下降，甚至于回收功能也下降，所以肝脏就受到伤害，所以这三个药吃了就伤到肝，不吃就伤到心，所以吃了伤肝，不吃伤心啊！很多人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啊，吃还是不吃，反正吃不吃都不对，都不对。OK， 好，应该怎么样处理？应该非常明显，大家都知道，血管的是由血管来处理，是应该是清血管，对，下水道不清，你去。做很多其他的工作都是没有用的，都是没有用的。好，所以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毛病啊，都是因为营养不均造成的。最后我要告诉大家，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不用身体有什么状况，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啊。两件事要紧张啊，第一件事细菌感染得到，可能得到 SARS。那当紧张啦，啊 ，SARS 来了，你还不紧张吗？对不对？啊 ，H5N1 来了，啊，感染到这是这个病毒感染，当然要紧张，赶快看医生。这个是外来的侵害，要紧张，马上上医院。啊，这个不是说我来吃中药啊，我来吃营养也喝不了，装备喝喝啊，哎，赶快去医院把它杀掉。OK。另外一种要紧张，就吃龙药。阿爸，你我这边吃中药，啊，没有啊，还卡了等一支啊，啊，那个要紧张，赶快看医生，啊，医院里面最厉害、最那个的哈、啊，最强的就是这个，手伸一过，再个下面开呢，下面大腿的，三个这妇人个差不多，再个下等个下面手的，安尼嘛够好起来呢，所以大腿内面是一支卡，是一支手的啊，啊。因为他现在不可以马上放进去，因为发炎中嘛，马上放进去最好嘛，所以他这边也开血管给倒下，啊，给他，而且这个手不能没血液进去嘛，啊，不然会坏死，所以这些幼稚的血管就来给他倒回手的，啊，手在那开，啊，做在边做到消炎弄弄好啊，啊，再拿起来这边手的，啊，就好起来，我带我的技术就好，所以西医的技术是非常厉害，但是厉害的在这一块。好，慢性病西医一点辙都没有，你注意哈、哦，那个名字叫慢性病，其实是说你慢慢来了也不会来啊，不用紧张啦，不用紧张啦，哦，严重说有癌症的是紧张到好不吃不睡，你先睡三日来说啦，啊，睡大觉先睡三天，冷静下来再说啦，没事的啦，没事，因为一个癌细胞从发生到检查出来，像一粒米那么大，那个时间是要十年的啦，是要十年的啦。
OK， 所以慢慢来，等你睡三天啊，清醒的、冷静的，你再来决定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好，糖尿病是慢性病，所以2001年联合国把五种病叫大家不要担心，慢慢来。那个叫做营养不均衡，哦耶，第一类是癌症，第二类是高血压，第三类是糖尿病，第四类是骨质疏松，第五类是肥胖症。有这五个现象呢，是基本上很多人都有，很多人都有。啊，敢说自己没有癌细胞在身体里面的那个人，有一点白痴。啊，因为他不懂的，每个人都有的，啊，根本是不可能你没有的。到现在为止，我们唯一在动物里面看到很难找到癌细胞的，只有一个是鲨鱼，鲨鱼啦。鲨鱼不是没有癌细胞，是鲨鱼身体里面杀癌细胞的能力非常强，所以天然水不会，天然水不会，所以你给鲨鱼细胞来分解没有癌细胞，没东西啊。啊，其他的一只毛毛虫里面都有很多癌细胞，你知道吗？所以你不可能没有，你根本就不要急，也不要紧张。也不要紧张，就努力下来想什么方法，其实解决方案就是一个氧气而已。不要忘记癌细胞是厌氧细胞呢，刚才我讲的它是不是没有氧气，像慢慢吸吸不起开始改变自己变成不需要氧气啊，所以卖过来啊，氧气卖过来啊，过来我就惨啊，所以你就挑刚刚过来阿姨就惨啊。 OK， 所以你给自己增加氧气其实就是抑制癌症最佳方案。那怎么样给自己啊供应氧气？就是保证不要贫血，对不对？第二个，保证那一条通路是通的啊，那一条通路通，你只要保证这两个80%，差不多也在安心了，也在安心。这两个你不保证，你是80%的危险啊，80%的危险。OK， 所以。你是看到那一棵小树而没有看到那个森林呢，还是怎么样？很多人是这样呢，看到一张树啊，很细长，哇，惊到一个一张树啊，都无怪讲边啊一个森林很大个，对不对？所以你要照顾的是那一块。你看，我们身体需要很多营养，你不去供应那些营养，拼命吃药，想要把这个治好，我们叫见树不见林。啊，你要看的是大方向，看的是大的面积，看的是远的方向，不是看那一点点，那一点点哦，火力用大量的来压，也把它压死掉。癌细胞毕竟是少数，毕竟是少数，所以这是，其实我只是想提醒大家，健康你不用太担心，你是自己能控制的，只要你吃对。只要你把这些应该给身体的都供应够，连这个看起来好像不能控制的部分，其实你也能控制，其实你也能控制，所以全部控制你厉害的嘴，哈哈，啊，厉害的嘴控制我说你的想法，你的想法，啊，我们常常说，思想指挥行动，没有错。你今天哇，我真的很想吃烤肉呢，是吧？你有没有回想一下，烤肉家人我可能就难忘，对不对？啊，我真的很想吃一个麻辣火锅呢，麻辣火锅家人我可能就点我来哦。OK， 所以你会自己再想一下，你进一步想一下，你就知道说，什么是应该，什么是不应该。为了舌头害了身体，是我们的常见的问题，为了常见的问题，啊。OK， 好，那么整个在21世纪我们能够做的事情，保护自己身体的事情，因为污染跟那个事已经是无可避免，对不对？环境的污染，很多致癌物的侵袭是无可避免，那你怎么样在环境里面啊能够保护自己，在这个环境里面保护自己，那才是你的健康之道。那保护自己不是来想，不是来想，你说哎，万一我招来带月球，对吧？月球没有氧气呢，我带来月球，啊我搬来带山的，哈、啊，我来清净农场，你这样地啊，我底下家己种，家己做，家己吃 ，OK， 不是这样，
啊，环境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个环境，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得癌症，对不对？有癌细胞，但是不是癌症。你要的是培养抵抗癌细胞的力量，那个力量就是在这里，在这里。当然你要有这个，要有这个，要有这个。好，好，最后我跟大家讲一个啊、比较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高血压哦，是在这里面会衍生出来的一些啊、症品啊，啊，高血压其实是个症品啊，啊，高血压它不会自己发生，不会自己发生。虽然医学在很多病理学上面公共爪堆，但是它病理学上面所讲的病理，虽然总共有六种病理导致一个人会高血压，但是其中只有一个是占95%以上，是那隆中是底下牛角尖那边转来转去，占总人口可能不到千分之一，但是医学往里面一直转一直讲，我们就被那些搞到我们糊里糊涂。但是真的你就是那千分之一的例子吗？大部分人跟那个都没有关系呢，都没有关系呢。好，高血压唯一占50%以上的原因叫做缺氧，叫做缺氧。全身每一个细胞都要氧气，对不对？细胞躺在肝脏要氧气，对不对？不然它会死掉。好，氧气是要经过血液流到肝脏送给它氧气，是红血球来带的。好，为什么红血球能够在血管里面跑？因为心脏在用力，心脏在用力，心脏一用力，血管当然别再对于捧起来，对于捧起来那边的物件都不行啊，所以血管要顶住，所以血液才会流动，血液才会流动。你来用一个手拎棍，那个橡皮管，那个橡皮又是老橡皮，软软的，你在上面压哈，那个水不太会过啊，所以那个管子一定要是塑料管，不然就是钢管、铁管。自来水公司加压站一压，水才会跑得快，压得大就跑得快，压得小就跑得慢。如果那个是球林棍哈，哎呀，是压这样子，然后捧起来，你啊，这也别行，对吧？好，所以血压是怎么来的？血压就是心脏用力，血管顶住那个压力，让血流过去，所以产生血压。当你身体某一部分缺氧，心脏就会被大脑告知卡大了的压欠氧气、啊、所以心脏就会用力一点，用力一点就是目的，想把氧气送多一点到那个比较难到达的地方，很自然血压就会高起来。如果两个地方缺氧，心脏会更用力，更用力。那个很远的地方缺氧，心脏用力有时候常常用不到，所以会更大力。好，脑袋缺氧的，心脏用的力量会蛮大的。肾脏缺氧的，心脏用力会蛮差的。其他的地方会用力，但是不会很大，不会很大。好，如果你血压一高起来，把它归咎于其他的所谓的那一种见树不见林的那一种原因哦，啊，你就会被它害到，你被这个吃高血压的药的医生啊，给你高血压药的医生害死，因为他给你吃的不是真的降压药啊，真正要解决高血压就是解决缺氧的问题，解决缺氧的问题。解决缺氧的问题，刚才我讲的两件事，有没有贫血啊？看看。第二个，血管有没有堵塞吗？看看。OK， 但是现在不是，现在看到血压高起来，马上吃降压的药。降压的药有好几种，第一种最出名的
叫做血管扩张力，就是将你那个肺梗血管变成橡皮管，心脏用力它就跟着膨胀起来，所以血压你看，哎，没有升上来，很好，这个药非常棒，你看我的血压马上降下来，马上降下来，这个是降压药，降压药，所以吃到最后一条肺梗哦，一直膨起来，那一类膨起来，那一到尾啊吼，连这膨嘛无力啊，就软去啊，所以高血压就变成低血压，到低血压的时候啊。你的路就要快走到尽头了，因为那个血管已经软掉了，血送不过去了，所以降压的药，第一个血管扩张剂，第二个血压剂 beta blocker， beta blocker 就是把你的心脏要用的力量让它血压压下去，就好像有一个重量从旁边跑掉，压不下去，没了beta blocker 阻断器的，好，第三个利尿剂，利尿剂，因为血压高，我如果把血管里面放掉一些东西，是不是血压就降下来？什么东西可以放？水可以放，所以给你吃利尿剂哈，啊。降压的药给你吃利尿剂哦，你一个小时去两次厕所，总共三个小时去了六次哦，一次200cc， 第二次1000多cc 水没有了，血管里面的水减少，所以心脏怎么用力哦？啊，自己的刀不一样，但是尿一出去，那也出去了，因为所以你一直拿不补，那哈没有补也没有补钠了哈，心脏没有钠，它就没有压力。所以吃高血压的药吃到最后心脏不烂，因为没有钠，心脏没有力量，没有力量 ，OK， 就是没有盐呐，啊，因为你吃利尿剂嘛，放尿中对眼中对照料药，所以这个其实是害处哈、哦，比好处要多好几倍。不过我这个医生是看高血压的，对不对？是不是你以后会变成其他的事跟我没关？我最厉害的就是你，只要开我吃我开给你的药，你的血压从180两天马上降到128，对不对？你就很高兴哦，这个医生真的厉害，别人都看不好，别的医生是很小心怕伤害到你，所以开药啊足小心的。讲一句穷有力，所以这边开一点点，这边开一点点，让你看综合效果会不会把血压降下来，却给你看成说这是个庸医，其实他很用心，怕伤害到你。另外一个大咖大手啊，亏了，马上让你一个小时去三次厕所啊，马上让你的血管像球林啊那变灵体啊，你觉得这个是高明的医生，高明的医生。我们有时候错怪医生啊，错怪医生啊。我小时候啊，常常感冒。你刚才我跟大家讲，我是一个贫血，是地中海型贫血症的人，所以我小时候是常常感冒，常常感冒。我感冒呢是没有医生可以看好我的，因为以前都别的医生是用，你敢怕点呢，一路去卡下来晕倒对吧？啊。迄、那个包我摕过来啊，开啊，也将给你补助的啊，就好呀。啊，我拢袂好诶，我一定要去嘉义市的某一个有名的医院，啊，只有那个医生会看好。很奇怪，我只要到那个门口，我就好掉一半了，就好掉一半了，对。然后再加上那个医生每一次开给我吃的药哈。哦，叫你马上昏昏沉沉，他都被困起啊，啊，然后哎，等回到家哈、哦，他都开机也跟小朋友去里去得啊，啊，不然两三个东西眼睛啊，好，这个医生现在已经不在的哈、哦，不过我知道，等我了解了以后哈、哦，我知道，哦，他开的都是像猛药给我了。下猛药给我了，所以有一段时间，其实我的胃很差很差，我的胃很差很差，因为它都是下猛药，
所以害得我自己当研究员的时候，我饱我的胃哈、哦，饱了好几年，因为那个伤害是千疮百孔，千疮百孔。所以你知道吗？药它本身就是一个对身体非常不好的东西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药跟营养之间有多大的差异，有多大的差异。药所讲究的叫做药理浓度，就是说这个药吃进去必须在我的血液里面达到一定的浓度，达到一定的量，它才会产生功效。 OK， 好，药理浓度是一个医学上的名词，不过你知道医生开给你的就是说这个药理浓度必须在最少量跟最有害量中间的那个量。比如说啊，我把这个讲完，对大家比较有益的哈，我跟大家讲完，你会知道怎么样在吃药跟吃营养之间怎么样取舍。好，比如说这是一个药理浓度的指标，这个药是规定0.1% 在你的血液里面要达到0.1% 的浓度，它才开始产生有效，但是不能够超过0.8%。比如说这个某一个药 ，OK， 超过0.8会怎么样？会产生副作用，可能伤害到其他的器官，所以医生就会在0.1到0.8之间来拿捏。如果做成成药，卫生署规定啊，现在叫做卫生福利部哈，啊，卫福部规定说，如果是成药，那不可以超过这个数的安全数，所以基本上大家放在这里，啊，很靠近最低量。啊，因为是成药，是买回来啊，有的人会连续吃好几倍的，所以不可以吃到有问题，所以成药就会这样。好，什么叫处方药？就是医生觉得你比较重，所以一天吃两颗，觉得你非常严重要马上降下来，一天给你吃三颗，由医生来决定，所以这个叫处方药啊。所以医生有时候他会开到这个顶点，但是绝对不能超过，一超过就会身体产生得不偿失的损害，得不偿失的损害。好，那么在这个中间叫做处方，所以医生来决定哦，不是你决定的，所以处方药不可以随便到处乱卖啊，所有的抗生素都叫处方药，所以不能随便乱卖啊，以前台湾可以什么四霉素、什么环霉素、什么到处乱买哦，现在已经不可以了。好，这个是药。那么我们的血管是只有一条，全部连在一起。我现在吃感冒药，感冒意味着我从喉咙这边受到感染，然后到气管、支气管，顶多到肺。所以我吃感冒药，我是只要在这个地方就好了，但是没有一个药可以做到只在这里，对，没有办法，因为血液一个小时轮三轮呢，哦，嘎嘎都清气的，嘎嘎到位都没得，好，所以没有办法吃下去，一定每一个地方都有，每一个地方都有。但每一个地方都有，那个浓度一定要每一个地方都一样，因为一个小时搅拌三次嘛，对吧？现在我感冒，我吃下去，这里当然有啦，变好啦，但是我的肝有没有？肝要不要感冒药？不要。肝有没有？有，一样多。我的肾有没有？有，一样多。我的脑袋有没有？有，一样多。我的子宫有没有？有，一样多。所以
为什么叫做见药三分毒？因为你吃下去就是这样嘛。其实不是见药三分毒，我常常说见药十分毒，对不对？因为不需要的地方也有的嘛。好，现在我调过来跟大家讲，很多人很快就接受医生说打化疗药可以，奇摩，那奇摩很像奇摩啦，大奇摩哎，对吧？你知道奇摩就是化疗药啊，好，化疗药也是从血管里面打进去哦，以前是打到静脉。打到静脉，它会先把那个药带到肺脏、心脏转一圈，才从心脏这边再打出来。哇，改成胸掉的是什么呢？肺脏、心脏、肺脏，因为以前先打入静脉，后来发现哇，这样哦，辛苦一根针一个，哪个轮到那个有癌症的所在，很不划算。所以，但是动脉没有人可以。针打到动脉去了，会喷出来的，所以怎么办？就先埋一个管进去，埋一个，先预做哈，一条缝底下的蛋，准备打化疗而已。啊，现在是总的从动脉打，因为动脉打进去，就先到身体，先到别的地方，最后才会到肺到心。OK， 好，化疗药物是不是外来的侵害？化疗药物也是外来的啦。好，台湾要是有敌人来打攻打台湾，是谁先要冲进去？军人，对不对？部队先要，哎，现在有敌人从淡水登陆，对不对？是不是先部队要去该懂下一趴？所以伤亡最大的会是什么？军人。好，现在化疗药物打到身体里面，身体里面的军人是谁？白血球。所以是不是白血球冲过去的时候，伤亡最多的是白血球？所以白血球一打化疗药物下去，是不是会降到4000以下，甚至有的人剩下3000、2800，有的1000多，对不对？所以你看，你这是很奇怪，为什么白血球会降那么多？因为他是军人，他本来就是要冲锋陷阵的啊，敌人来了他先去啊，去动阵地啦。 OK， 那红血球是不是也在血管里面？所以红血球是不是也会一下子降了很多？血小板是不是也在里面也降很多？好，从哪里打进去？那一个地方的血管当然伤害最大，当然伤害最大。所以化疗药物一打进去哈，还没有到目的地，已经一路杀到底，杀到那个目标的地方，强弩之末就没有办法把那个癌细胞杀掉，所以还要留住一定的战力，对不对？还要留住一定的战力。所以那个量要怎么样算？算杀了全身每一个地方还有剩下力量，才到那个癌细胞那个地方。虽然现在有所谓的标靶，但是啊，标靶常常打不准啊，而且标靶即使是有，也是散弹标靶，不是那个一个弹一个弹的标靶，是这样杀过去，不过方向是这个方向啦 啊，但是还是散弹标靶，所以还是伤亡无数。还是伤亡无数。为了杀一个癌细胞，应该有10000个以上的健康的细胞受到伤害，用10000个来配一个，其实是不太划算的，其实不太划算的。不过现在的医学因为没有方法啊，检查出来一定是手术、化疗、电疗，哪个最好？三个都不好，都是很大的杀伤，很大的杀伤。最好的方法是不要得癌症啊，最好的方法是用营养的方法抑制癌症。有没有方法？有。癌症最怕的第一个是氧气，第二个是癌症不想吃的，癌细胞想吃的是这一块，也就是
这个啊 ，OK， 好，癌细胞最不喜欢，甚至有时候可能杀它的是这个。是这个，所以有人问我说：“啊，这个这么强吃进去，人身体马上变老，是不是癌细胞也变强起来？”啊，不会，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少量的这个，这个还是身体不会吸收的啊，这个果寡糖，果寡糖，所以我们的是大部分是这个，大部分是这个，而且是绝对大部分是。是这个啊，外加一些大家都不喜欢，不过大肠可以用来清肠的纤维素，纤维素，所以你大量吃癌细胞就救活糖胺架，因为这个他不喜欢吃，他不喜欢吃，而且吃了以后，吃了这个很多以后，血管通了，氧气多了，癌细胞就啊吓到了，吓到了 ，OK。所以啊、整个来讲就是说，我们没有研究一个杀癌细胞的东西，没有，没有，我们没有研究一个可以治疗糖尿病的东西，我们也没有研究一个可以治疗这个高血压的东西。不过我们研究出来的东西是个营养，是你吃了下去以后，吃了下去以后。氧气增加，癌细胞跑掉，对不对？吃了以后，啊，营养全部都好了，甚至你的吸收能力也变好了，所以你的糖尿病变好，你的身体的机能变好了，所以你的高血压也没有了，所以这是一个附带的效果。但是当今还没有更好的东西，还没有更快的东西。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可以达到的效果啊！我们其实是沿用了一个方法，就是我们的老祖宗啊的理念的方法，就是让你的气血通，让你的气血通。我们沿用的方法是，不是现代我们想的，头壳疼高白白，巴肚疼高肚仔啊，不是这个方法。我们，你有没有看到？你有没有看到？我们是头痛医脚，啊，头痛医脚。所以你看，癌症是营养，好像看起来完全不相关的东西，但是我告诉大家，那个相关联，那个相关联非常明显的，是因为我们身体的关联性，跟我们身体的完整性。你只要把那个最差的那个调整好，他其实身体就得到很大的改善，他们之间互相的那一种平衡，本来是一个恐怖的不平衡底下的一个平衡，不得已的平衡，当底下那个上了一阶以后，那个平衡马上进了一个很大的一阶的平衡，你知道吗？如果有十个人 OK，有两个是负债的，两个是负债的，有八个是小康，你去解决这八个小康效果都不大，因为这两个负债的实在是比较多，所以按照包以那个康包比低，但是你看如果补到那一个齁，那个平衡很快就会出现很大的改善呢，这两个人哪没你不用你照顾的时候，那个身体马上好转齁，是你闭着眼睛可以看到的，这个是一个秘诀，是一个秘诀。我们身体其实需要的就是这样，其实需要是一个平衡，需要是大家都好啊才会好。所以整个那个 total switch 的人，如果中间有一个两个落后，我们要去拖他。啊，我跟你讲。只要有一个人在这边讲说负面的哈，哦，这大概人拢听就都不要拢无那里，只要一个两个就好了啦，你知道吗？如果全部都好，把你看最重要的不是把好的当然更好，
最重要的是把那两个人调整过来，马上全场都变好，对不对？马上全场都变好，这个是很多状况啊，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OK， 在21世纪现在已经啊14年了啊，如果你还没有赶上营养医学，你赶快赶上来。如果你还不知道到哪里学啊，你就到这个四楼就知道，离岸就上四楼了啊，而且靠近火车站哦啊。希望我们呢、啊、大家都来，好像在那个红血球哈 啊，好像那个红血球一天到一个地方啊，72是这样啊。希望你很快就会知道你应该怎么办啊，谢谢大家。